Blender 二 P 可调塑形。一 Blender 二 P 多段变塑形。Max Mixer Pro 3.0P 可调塑形。Max Mixer Pro 3.0P 多段变速型。Max Mixer Pro 3.5P 可调速型。LED 型。悲剧。eBlender 2.0 悲剧。eBlender 2.0 杯子及刀具。刀具图片 ，eBlender 刀具。故障维修 ，eBlender 蘑菇头更换。一，取下防水垫。将蘑菇头箭头处对准缺口处。用小六角螺丝起子将蘑菇头支螺丝放松。二，基座上覆盖干净抹布，取两只一螺丝起子，由两侧插入蘑菇头，往上翘起，使蘑菇头脱离主基座。三，取新蘑菇头对准转轴下压，再将蘑菇头箭头处对准缺口处，用六角起子在蘑菇头内支螺丝旋紧，将防水垫盖上。故障维修 ，eBlender 刀座中心轴拆装一。将杯子底部加重器逆时方向放送取下。二，将刀座组由桶内取出，取刀时需戴手套或由布套住。三，将刀组由桶内放入，刀座组扁平处需对准刀座口扁平处。四，将加重器顺时锁紧。
故障维修。一 Blender 刀具拆卸。一将刀座取出，用固定夹将刀座组固定。二用六角套筒将螺帽放松，取下刀片，依序拆卸滑丝、刀片、喇叭垫圈滑丝、滑丝。故障维修。一 Blender 刀具安装。一换上新刀，依序套上滑丝、喇叭垫圈、刀片、滑丝。二用六角套筒将螺帽锁紧。故障维修。一 Blender 电子版拆卸。一取下防水垫。二取下蘑菇头。三放松上座固定螺丝，取下上盖。四拆除电子板所有接线。五，放松电子板固定螺丝，取下电子板更换。故障维修。一 Blender电子板安装。一将新电子板装上，锁紧固定螺丝。二插上所有接线，测试运转。
三，盖上上盖，旋紧上座固定螺丝。四，装上蘑菇头。五，套上防水垫。故障维修，一 blender 更换马达。一，取下上盖，将马达接线拆除。二，取出马达更换。取新马达装上。二，将马达连接线插回，盖上上盖。故障维修，一 blender 更换开关，将上盖取下，并将开关接线拆除。故障维修，一 blender 更换旋转钮。
故障排除，一 Blender 过载保护开关超过负载。机器底部有过载保护按钮，超负载跳机，等机器冷却后将按钮按回，空机运转30秒，关机即可。故障排除，一 Blender 主机运转震动声音太大，将防水垫取下，将上盖固定螺丝锁紧，盖上防水垫即可。清洗，一 Blender 杯具清洗。
底座、上盖、脚垫、杯垫、冰沙机、杯垫、萃茶机、底座盖、电子板、控制开关、加重器、防漏垫圈加重器、马达、过载保护器、刀座轴心、一叶刀组、双鞘刀组、尖刀组、锯齿尖刀组、平刀组、旋钮、圆杯上盖、方杯上盖、一号搅拌棒、二号搅拌棒、三号搅拌棒、船动作、蘑菇头、圆杯塑胶上盖、方杯塑胶上盖、2000cc 圆杯、2000cc 方杯、2500cc 方杯。